Hello， 亲爱的家人们好。这一周我们这一周，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前任寄来的喜帖，你会去吗？你会去担任那一位嘉宾吗？我们用假日听歌嘉宾。今天是星期几？偶尔会想起你，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，愣住站在原地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在傻傻坚信，原来早已有人为你定做了嫁衣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，拿着喜帖一步一步走进大惊喜不知的场地。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好久不见的你又眼疏离，我手腕是如此客气，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。不知不觉钟声响起，你守候在原地，等待着他靠近。温柔的他单膝跪地，钻戒缓缓戴进你的无名指里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在傻傻清醒，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，这美也曾拥在怀里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。家人们，如果你收到这样的喜帖跟邀请，你会出席吗？我是不会的，可以在评论区聊一下哦。如果他们真正有相爱过、深爱过，我觉得那是做不到的，除非他们没有真正的相爱过。你觉得呢？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。